警察师，各位邻人，各位亲贤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有后学学习导读。《论语·学而篇》第一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。”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。”其为人之本心，本语。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子曰：“道谦胜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重，则不威。”学则不固，主忠信。吾有不如己者，己者过，则勿擅改。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异于之与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与求之与？”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事。”父莫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解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有子曰：“信敬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愿持如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忠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。”而有道而正焉，所谓好，可谓好学也矣。子贡曰：“贫而无陷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
诗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师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是也。始可与言师已矣。”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附送《论语学而篇》第一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子曰：“孝子，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之学文。”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主忠信。吾有不足己者，过则勿擅改。”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志于四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亦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有子曰：“信敬于礼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愿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忠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矣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”也己。子贡曰：“贫而无限，无常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也可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师之谓与？’”子曰：“是也。
言师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公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圣，落在上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老母江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思念吉莲宗室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顶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成行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专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点红法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竖琴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羊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亡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。爱享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地址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地址杨玄正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
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时期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道，世所至道。圣旨昭阁采纳，圣旨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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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后学今感谢点传师各位领任各位前线的参与，后学今晚导读完毕，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晚安。好，读得很好，恭喜恭喜。谢谢玄奘前线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各位领任各位前线们。一起诵经回向哦，晚安，谢谢。哦，晚安哦，感恩天显慈悲，感恩点传师，感恩后天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领任晚安哦，明天见前贤晚安哦。护林在暖安，前线们暖安，晚安。